小灯儿，一个不是一个破了又是的，那给他的时间他爬之后爬出来了，他又玩水又干什么又发了，可能。看看是哪个钱啊？快暖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小孩这两天啊，把脚给扎破了。今天呢，来医院一看，化脓了。这些呢，都是给孩子拿的药啊，需要做一个小手术。现在这个小手术应该是挺顺利的。走，拿来了。啊，拿这么多？你当做手术，他得需要东西手啊，拿着走。做个小手术，怎么来是小手术是吧？哎呀，这都是。拿着走。他脖子怎么要撸了呢？你好，带着他呀！啊，我知道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出来弄来吧。你们看着脚快有去。啊。脚了一块有去。坏了对吧？感染了对吧？直接脚开了，脚下一块有去。你们吓人！哎，你们老是看。打着了吧？怎么没打的？没打这边疼死了，脚了一块有去，快走，有车。我又没打完了，他们还一把刀。破了，我又破了一星期，这妈妈家缝好了嘞。嗯。谁知道里边感染了呀？啊妈呀！护士摁着他，爸爸摁一条腿，护士摁一条腿，我就摁着身子，啊，不得疼的。嗯。都不疼，不会换气了。嗯。我就哄着他，换了气儿，我说：“你可以先别这么玩儿去。”啊。嗯。俺看俺同学的工作都破了，去了俺再去。奶奶，啊，他手上这些是什么呀？手脖子弄的吧。一些小米人疙瘩。小米人疙瘩。嗯，还越长越多呢。那是什么呢？你说。